线海洋护卫队，我今天要 PK 你们所有人。我的身份是找出危险动物，尽量赢游戏拿线索。哎，这是要教我们怎么种是吧？老师，我们找这个缝打嘛。我输了，你就拿这个挡我。你才坏身份呢，你。弄错，选 A 一定错。那就选 A。你们没有看过《动物世界》吗？你们要从线索里分析。动物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与坏吧，它是个生态平衡啊。本周日晚，东方卫视《倡议百分百极限挑战》第八季正在热播。